鹿港警分局马明派出所所长蔡其武联合警察志工爱心白米白官员陈秀宝，载着这个白米民生用品加慰问礼金，前往学区内关怀高龄87岁逝世的老阿伯甲后生，展现铁汉柔情的一面。鹿港警分局马明派出所所长蔡其余早起时阵会同警察志工爱心白米白甲官员陈秀宝，揸着民生物资白米甲红包，来到宜兴村施姓老阿伯厝内进行慰问访视。除维护社会治安，还有维持交通秩序以外，那我觉得如何去关心这个社区或社会的角落一些弱势族群，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课题啦。那今天像这个个案的施老先生呢，已经年迈，已经87岁了，家里环境非常的可以说家徒四壁，环境也非常的差。那我们这次也很感谢我们结合地方的善心人士，也俗称白米伯的施信奇先生，愿意提供物资，来结合我们警方来给予关心跟协助。天气一些寒，一些烧热，议员陈秀宝也阿伯甲后生两个人穿好烧。环境也希望借由抛砖引玉的效果，带动更较侪人甲团体投入关怀弱势家庭，让因会当感受到社会温馨的一面。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